稍微被撞了。好，我刹不住，就只能轻撞前面，他们就撞到。在今天啊，13号啊，就是早上的9点多啊，在我们本辖吉安乡中央路3段啊与和平路口的一个北上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。那么经现场啊，勘查有2部的一个砂石车啊，一引车及5部的一个自小客车啊发生了追撞。那么现场啊。这个无人受伤啊，所有的驾驶啊，9侧指啊，皆为零。那么事故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肇事原因啊，以及责任啊，那本分局啊正在调查当中。